咱白寮吼是一个啊真有发展性的这个所在啦吼。啊，伊除了最近这几年吼工商的这个发展之外，其实吼伫这个文化的部分吼真大真大的这个成就，尤其是吼啊这个江环宫已经是假设是国定的古迹了吼。那从宗教信仰所啊溢散出来的很多的民间的这个啊民俗啦、艺术啦都相当的发达。那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人民呢，对于家己的这个所在啊，非常的热爱啊，因此呢，像吉拉里站的这个所在是月光下小麦发展协会啊，那这个协会啊，就是升职在北寮这个所在哈，我们讲会当结合着当地的历史啦，结合着当地的这个文化哈，啊，尤其是和咱的下一代会当哈珍惜啊，因所行动的这个所在。那今天所举办的这个陶板的首创的比赛啊，就非常有意义了。参加拢是咱啊家附近的囡仔吼，囡仔啊透过因的记忆吼，将因对这个北寮的印象，那么能够展现在这个陶板的创作上。我想这样子的活动呢，更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们，他们内心真真假假啊，这个认识他们的乡村，认识他们所啊生活的这个地方啊。我们希望呢啊，各地呢啊，大家都可以从发掘在地的故事哦，然后去啊引发这个居民对当地的一个认同啊，发挥个他多爱的力量来更显您的这些所在。今天我们月光下小麦发展协会举办这个异乡麦寮手作陶板的比赛，就是希望说我们麦寮当地的孩子把自己记忆中的麦寮、想象中的麦寮、希望的麦寮、看到的麦寮、认识的麦寮都可以透过这个陶板把它绘下来。那我们会把它做一个烧制，把它砍在我们那个月光下小麦发展协会的墙壁上，那以后未来他都可以看到说哦，原来这是他自己希望的麦寮，那也可以看着说未来的麦寮是不是就像他当初希望的麦寮一样。因为刚好月光下的那个农场的活动，然后就有举办这个还不错的活动，让小朋友来这边发挥创意，让他们学习一些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都参加画画比较居多，现在让他参加这一些比较陶土性的，觉得还蛮特别的。他们也很快乐，其实他们乐在其中，因为他们想说做这个其实帮助他们的灵感，或许说掌握他们的手笔，他们比较好拿捏，让他们去画画，其实让他动动脑其实也不错。